据媒体报道，相声表演艺术家施圣杰于2018年9月28日因病去世，曾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关门弟子。施圣杰告别式定于10月2日。据悉，10月2日一早，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施圣杰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哈尔滨东华苑德政厅举行，著名相声演员李金斗、李菁现身悼念，送其最后一程。在现场，李金斗、李菁神情悲痛，面目憔悴。非凡娱乐整理报道。